欢迎再继续收看美都新闻特别节目。那李总为什么选择在印尼营业呢？我们在全球的发展呢，从我们整体发展战略，已经是在全球发展。在印尼，可以说是在中国呢山水相连，在这方面，从文化的背景基本就相识。我们在欧洲都有生，也也有发展欧美，包括非洲。 所以，我们受当你看发展中国家在也是有。对，在发达国家，在发展中国家，国家甚至落后国家，我们都都有都有。都有那你们的呃指标一样吗？嗯、销售指标？销售指标根据每个国家的大小不同，呃，进去早和晚也不同，所以要求都是相当不同的一种标准。 但是在印尼呢，这个国家发展呢，我们感到发展前途是非常非常好，是印尼人民可亲可爱，真正的我们加大力度在这儿投资。嗯,嗯好，那你认为天狮集团哈目前的呃，以印尼现有的 MLN 之间的竞争力有多大呢？我们在这行业的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竞争力是也是蛮大的，现在就拼的是一个实力。 一个实力，一个战略实力，包括一个管理，一个服务，还有一个良好的形象，这是至关的。还有一个信息化的管理。你们已经有七年了吧？哈、嗯，我们在这已经十二年了。十二年了，十二年了，十二年了。十二、哦、年了，嗯年了嗯、年我们经在印尼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也是、嗯、我们也是经过在这方面大家都是见证者。我们的产品，它能会说话。嗯 关键是产品内在质量<好>要有效果。好，对我我会相信的。嗯、那呃，你们呃最大的呃就是保健产品哈，也是有出口。嗯、然后你们这些产品呢，嗯、有没有通过去定的研究呢？我们的研，我们有研究院，我们自身平时有研究院，也有大学研究院在这方面你首先我们研究产品，首先要选择一个是为市场需要。 而定位来研究，研究首先第一个呢，从原材料都是纯天然的；第二一个呢，完全在有功能试验，达到良好的效果和安全稳定，才正式的批量生产。批量生产好又确保在这方面这些个国家的相关认证，我们在全球达到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的相关认证的标准，还有欧盟的标准。 日本后生生的标准，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标准，尤其是在有经过印尼哈拉认证，包括美国<也>纽约犹太监管认证都有，都有，都是合格的。嗯、对，都是合格的。你们的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、嗯？我们也有在中国制造。我们天使，我们有一个建设了一个大的健康产业园，大的健康产业园建。 占地面积达到一平方多公里，第二呢，你在这方建筑面积达到七十多万平方米，可以说是目前在这个大的健康产业，在世界保健品行业，我们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，也是最现代的，也是达到真正的国际高标准的要求。那天狮集团这个 MLN 在十年以后。嗯嗯 在十年以来，嗯、那他您的任务，您的使命感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瞄准就要进入世界五百强。我们的目标，就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的完全要做大，还要做强，还要做长久、永续的经营。这是我们的企业科技发展宗旨。在这方面呢，以保质量、保社会，哎，可以说在促进。 社会的和谐和发展，我们这还有来于社会奉献于社会，我们这十六年的发展，为社会无私的奉献达到二点六亿多美金，是这样哈，嗯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你哈，李总，谢谢你,谢谢你今天来我们美洲电视台，谢谢谢谢希望呃天使集团越来越发展，嗯、谢谢越对呃观众服务，谢谢你，谢谢,谢谢，好了，谢谢，嗯。